进了这些超高的传散熟练度过来。哎，你还想跑？哇，开局就白给一刀。有一位 IVL 四抓力100%的监管者，我不说是谁，好吧？怎么四五三之后还能弱呢？哇，这一刀打不到吗？没事，还是要秒倒。啊，囚徒送到脸上来了，那不杀白不杀呀，这空气你肯定要吃刀的，直接不杀小女孩了。小女孩现在没有书页，没有传送，废人一个。哇，天哪，好手法的绕圈啊。地下室启动，地下室小黑摇铃有闪也有伞，这 buff 直接叠满了，这个地下室我看谁敢来救。现在最好是卡着耳鸣，然后不对，不能卖速闪的人怎么能卖呢？他现在敢卖，我出去一刀当当二级，直接随便续节奏，而且闪现还没移出来，看是哪一个想来挑战一下小白的地下室。不来吗？不来我打出去。哎，你先，哇，我手上有闪现，你还敢这么光明正大的走下去？算了，这闪现我觉得可以省。后撤一刀，他们照样出不来。你看，囚徒开始往里跑，那他们就一个都出不去。念没用，再一个蓄力刀。哟，兄弟，你也来上班了，穿着一个红秋裤，那就先处理你，好吧？其实闪进去应该能直接拿刀，但是，哇，太贴心了吧！直接爬到外边去了，那这前锋现在是 OB 不了了，太爽了吧这也。哎，你当我是老年人的反应吗？虽然反应确实挺老年的，但是不至于这个时候反应不了啊。再烦你了，没事，我不信他的球冷却那么快就能好。摇一下也无所谓。哇，这个蓝色的光晕都已经突到我的脸上了。没事，不弹，接着挂这个。弹的话有可能。啊，还敢下来？没事，针对刀秒了。贵客呀，先休息一会儿。这把我能赢，可就全靠咱哥几个了。现在小白地下室，尽量还是别碰了吧。前几天自己打殿堂局，碰到一个速闪，然后应该是带了三防爆，然后踩板死慢，队友过去平地就，我噗噗给刀，直接远处拦截，一个摇铃救都救不下来，全躺你的旁边了。所以说，有速闪手的椅子，你尽量还是不要来那啥，别来拆破了。看，你还过来，哇，延迟刀秒了。下来吸魂，他救不下来了。没事，我收回刚刚说的话，可以救下来，但是人是出不去的，好吧？话就说到这里。你往前跑，没有道具了，你还能跑到哪儿？飞轮也没有，直接一个蓄力刀秒了，这把赢了，命！回来自己躺地下室，这把还要争四抓呢，肯定不能把你挂飞呀、啊。你 OB 了我这么多次，那就先在地下室自己好好躺会儿。哎，不是，你小子不听话呢，伞和闪都在手里，那你怎么转出这个小房呢？啊，不动。哇，原来是用这种方式转出小房的吗？太离谱了吧。没事，伞过去还是要死。摇到，哎，哎呦，距离还是短了一点儿。没事，二段摇铃跟上，喜欢我的摇铃二段吗？来，接着找。找到了，现在跟我做个动作，我还能不杀好吧？哎，还是跑，没事，要玩一会儿。嘿，没事没事，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放个地窖吧。虽然这样有点对不起前锋。好了，到此为止。阿苏比亚科科曼谁打？该去挂前锋。不然这赛后跑不喷我了，虽然现在已经要喷我了，抓紧抓紧抓紧，速速结束吧，抓紧走，这波就当是我抓人抓的太久了吧。